Ya.妈，好点没有？算上上次妈在上海住院呀，小叶这是第二次帮咱们家了。这孩子对你挺上心的，可妈也看得出来，小叶家呀不是一般的家庭。妈担心你将来嫁过去会受委屈。妈，这八字还没有一撇呢，你可别操心了。现在啊，你只要把病养好，按时吃药，听到没有？我能不操心吗？要论倔呀，你比谁都倔；要论静啊，你还不如根儿呢。你说这世上这么多人，小叶他咋就偏偏帮你呢？他总得图点啥吧？哎呀，妈还是担心，怕你吃亏。如果你跟微微能成，这对咱们来说是个好事儿啊！哎，叶冲他母亲没名没分，自己本身没有能力，肯定比不过你。不是，妈。那也不能牺牲我的婚姻吧？我跟薇薇不可能的。什么叫牺牲你的婚姻啊？哎，再说，我觉得你跟薇薇挺登对的呀。刚才开会的时候，你不是挺喜欢她的吗？这就是朋友之间的喜欢。哦，朋友之间的喜欢，那你心里有喜欢的人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我有我自己的打算，您就别在这事儿上插手了，行吗？啊，行了，我压根没想插你什么手，我只是想提醒你。啊，儿子，现在事态你也看清楚了。如果你再像以前那样吊儿郎当的，不把心思花在咱们家族的事业上，到头来，我们几代人的努力，可真的不要在你这一代哦。